你要说到小时候了，我就不得不说我在车上那个痰的事情了。姐真的很想讲，但是太恶心，我就怕你们承受不了，那是姐的噩梦。你都没去过我的，我才不相信，怎么会？真的有人没有去过吗？诗维说做私人美甲师可以啊，我以后再不想做美甲了，我真的，我从今天开始，我以后再不会做美甲，这是实话啊。因为太浪费我的时间，而且把我手照黑了，不愿意了。看我微博了，怎么了？我微博打了。谢谢 baby， 我微博打了。是吗？他们老说我三毛。淘宝不一样，淘宝和现实买不一样，淘宝都是很便宜，淘宝都是很便宜。我了，你干嘛看我微博啊？我了，我要删了。你偷窥我的隐私，你在偷窥我的隐私。谢谢灯牌。谢谢灯牌，你在偷窥我的隐私。看他们嘲讽我，我不想，我今天吃不饱怎么办？我这两天都吃不饱了，我觉得很难。我那个把我薯片是买给室友的，我不自己不吃。谢谢灯牌。还什么用啊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幺外，欢迎黑色幽默，欢迎姐夫。你们知道这告白什么用吗？能不能给我点赞？点，没事点点吧。对，我忘记吃的，他好像什么告白味是不是？我也觉得是。不出门就好了。谢谢灯牌。灯牌呗，这蓝色的有告白头像框，然后呢，难拿吗？我最近都戴大指镜啊，我也不知道我戴什么好看，我也不知道我戴什么好看。谢谢姐夫啊。谢谢
好像是比较大的吧。对，我都发了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我都发在那儿了。谢谢送的鲜花，我都发在那儿了。我都不想发真的，谢谢大家。就其实只有一小部分人想看，就不是很多人想看，不是很多人想看。谢谢大家。我也想出去玩啊！我妈妈最近感冒了，就是听说最近作息太差。我会员里哪里都是妹子，男生啊，谢谢皮皮姐，我会员没有几个人。